and living easy. Fish are jumping and the cotton is high. Oh, your daddy rich and your mama good looking. So hush, little baby, don't you cry.就大概哦，我刚刚弹了半天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些。那是那即兴的时候啊，第一个你一定要有这个节奏啊。你所谓那个节奏跟这个和弦进行啊，两个你一定在心里面的、啊，心里面带着你这样的。你假如说你只有和弦进行，你没有节奏。你也没办法呢，你有节奏，可是你没有和弦进行，也没有办法呢，这样的。所以我们现在看那个，以前我不练了很多那个，常常即使现在也是一样，像你们常常看那个，我订什么 Johnny May 的那种有没有？他那个钢琴，他很有名啊，在美国也是很有名。他常常会寄东西给你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们都是记五线谱的，比如说像就假如说举这个例子来讲，啊，他会比如说啊，这个假如说我们今天这个是 G minor 四小节，对不对？他就把音给写出来呢，用五线谱这样滴滴啦啦。可是呢，你练的半死，对不对？你事实上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
你不知道节奏呢，你就是一直练他的音阶，那他给你的都是音阶嘛，那音阶的，那你碰到比如说你今天改的，像刚刚弹巴萨诺瓦，如果我现在想要弹 blues 慢一点的，完全不对的，那他也不会告诉你什么这个道理用在什么地方，他只是那我们都不懂这些东西，就拼命练，真的弹的时候你根本一点都没办法用的。那简单讲，有一句话就是这个，我们台语我常常听台语他们讲，就是五太，常常形容日本人嘛，对不对？他说日本人啊，就是五太无魂呢，就有体没有魂，对，或者是有魂没有体，这样子，就是这种意思，就对。其实钢琴也是一样的意思呢，你即使有了和弦进，像这个好了，像刚刚我们讲很简单 ，G minor 四小节，这个对不对？然后再来什么东西啊 ，Re minor、Mi minor 两小节，各两小节，都这么简单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你好了，你有和弦进行，那你可是然后你又有你没有节奏，你无从弹起呢。那最起码这个巴萨诺瓦，你知道这个咚哒。对不对？你有这个节奏在你心里面，这样的。那可是光是有这个也不够，也不行啊。你光是比如像你们这样，我们刚刚 你会打这个拍子也不够啊。你还要等于说每个和弦的音阶，对不对？比如说像这个 A minor 不 G minor， 这些你要反应很快啊。你要很快的在那个在你脑海里面，比如 G minor 我们一般就是所谓五声音阶嘛，对，对，就是五声音阶 Do Re Mi Sol La， 就这些音嘛。那五声音阶这个，然后呢，可是你就算你会音阶的，可是你音阶一直用这五声音阶还是觉得不够呢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然后再加个这个九度，所以为什么缩小型呢？缩小型的也很好用的，小和弦里面呢，小和弦它其实音阶用的很广，它不像是大调里面的大调五声音阶啊，就是哆来瑞咪嗦啦哆，那个有些音还不能用，就是像发的音呢、啊，大调和弦发还不能用，有西也是一样的、啊，西也不能随便乱用、啊，西这个音的话，有时候除非是哆咪就 seven 才用到，你如果突然加个西或者尤其是发的，你会感觉到那个。都会变掉了，就是味道完全跑掉了，而且你一即兴的时候常常会怪怪的，就对了。可是小和弦是很棒很妙的，小和弦这个就是九度嘛，对不对？那行，你看这个九度啊，小和弦加个西很好用的，非常好听的。那尤其是小和弦就是这个四度啊 ，re 啊 ，re 的音啊，特别好，特意用，不是G minor，假如说四度不是是 re 的音啊，大和弦里面四度不能用，小和弦里面四度尽量用，所以小和弦反而好用，就音可以用的没有比较没有像这个大和弦的牵涉那么的广。影响那么的，就是条件没有那么紧的。那这些东西根本就是平常你经验弹出来的，你常常弹弹弹，弹弹就你发现，哎呀，有些音真的是不太能够不好用这样的。好，那再加上这个蓝调音符，对 ，G minor 的蓝调音符，就是它这个升拉的音嘛，还有个升 re 的音。也就是说降咪降西的音呢，这两个一加上去啊，就不太一样了，就对了，很有就是有蓝调的味道，就对了。
对，我刚刚这样讲这些基本，所以很不容易啊，要即兴啊，即兴你没有，你没有，好多，最少我看能够即兴啊，少说要十几年的功夫才有办法呢。对，不是光是凭着你这样练什么那个 K 的谱，每天 K 谱，这样的绝对弹不出来的，所以相当不容易啊。你要那个，所以通常看年纪就知道呢，这都是时间累积呢。你像我们不是有一个，我不要讲其名字就对了，有些。